个小时的兵，又搁上下下，妻子送郎上战场，母亲送儿打仗呀，爱的幺儿嘿。你看，今天我特意找了这个地方，很清静，这样你也不紧张了。周围那么安静，一个人都没有，这回就不怕被人打扰了吧？嗯，这个地方好。嗯，周林哥，要不我就在这儿教你唱吧。好，这样，今天你把一整首完整的歌全给我唱出来，我学学。好。好。敲呀，二更鼓儿响，鬼子来了早了羊，早了羊，见人他就杀呀，大火烧毁了房，国民党他不抵抗，鬼子就更猖狂，鬼子们的罪行咱死也不能忘，死也不能忘。妹妹，接着唱。三更鼓儿鸣呀，四更鼓儿敲，汉奸来了更糟糕，更糟糕。拦咱去当俘啊，转把那腰包头。你要是不同意呀，他杀头绝不饶。好。姑娘，你唱的太好了。是啊，俺就是从兰花镇里侥幸逃出来的，小调里唱的都是对的。周仁哥，这个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看，妹妹，只要你过了你的心里这个坎儿，啊，大家都喜欢你，是不是？妹妹，我们几个是宣传队的，我们还想让你教我们唱歌呢。是啊，名师出高徒，你就教教我们吧。我们也想像你这样，把这个小调唱到咱们老百姓的心里去，这样我们的工作才算成了。不，你们肯定比我强。梅梅，你再来一个吧，你肯定行。是不是？就是。来一个吧。来一个吧。不过你看，多受人欢迎。来一个吧。你呀，是咱们平山的百灵鸟，你，就为了咱们受苦受难的乡亲们，为了咱们这块热土。大胆的唱一个，唱一个吧。行，那我就再给大伙儿唱一个《七七事变歌》，也是刚刚周云哥教我的。七月的太阳似火烧。来了，伤怎么样了？伤好了，精神。走，走，咱进去吧。经过我们县委的努力啊，这个招兵工作进展得很顺利。现在呢，已经招了300多人了。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保证就能凑足2000新兵了。刘书记，现在的战局比咱们想象的还要严峻。随着石家庄、太原的陷落，日寇的铁蹄正向山西、河北迈进，他们下一步的计划就该肃清抵抗力量了。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多月的招兵时间了。我知道啊，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打出咱们的士气，打出咱们中国人的血性来。但是我总觉得这硬拼是不是……老陆，上级指示，咱们跟着实际情况判断，这场仗能打则打，要是……老人啊，你还记得34年秋那场湘江之战吗？
五天之内，大小几百次激战，3万多名士兵血洒湘江啊！当然记得，太惨烈了。那可是咱们俩亲身经历啊！我们长征就是为了北上抗日，可这些战士没见到鬼子就牺牲了。我们活下来的人，今天终于可以面对面的打鬼子。 继承他们的信仰，打了这么多年战斗，今天终于可以酣畅淋漓、痛痛快快地打一场民族之战了。再说，平山山区，百姓居住零散，宣传大队得翻山越岭、挨家挨户地走宣传，虽然是有效果，但效果十分的缓慢。如果我们不打这一仗，会迟迟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戴。倘若被日军 占领了平山全境，他们必将会迅速的被尾化，就跟东北一样。一旦到那种处境，我们将会十分的艰难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就是要跟鬼子抢时间。好，老陆，听你的，你说吧，这场仗咱们怎么打？哎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们县委和108支队一定会全力做好 运输物资，还有战场的救援工作。同志们，我们先遣团和小鬼子在河北的这场恶仗就要开始了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！保人，保人，一会儿等鬼子进入伏击地的时候，听我的命令，咱们先给鬼子来一波手榴弹，把他们都给炸懵了。是。 老陆说了，先给鬼子来一波手榴弹，准备手榴弹。 小鬼子的兵力比情报上多了1倍还多。长官，报告各部，下一个，报告各部，报告各部。敌人的兵力被敌人袭击，敌人的兵力不明。くそったれ、戻るぞ。好，急げ。戻れ。急げ、急げ。早く戻れ。Action。急げ、急げ。团长，鬼子掉头了。 平山县委在县城里的同志按计划在鬼子兵营附近引爆了手榴弹，所以啊，他们才着急返回去呢。刘书记，鬼子那么慌乱，看来引爆了不少手榴弹。是，至少有七八处呢。这山谷行军突然变阵，是兵家大忌啊。鬼子的兵力比咱预想的多了1倍，甭管他军心怎么动摇，队形怎么乱，咱们要是硬拼，
没有胜算的把握，这打不打，老罗就看你决定了。咱们都伏击了一天了，岂能不打？不过，得换一种方式打。快点停了！快！压着！压着！从这里到县城，一共是63里地，其中有42里是山路，一是陡峭。 非常不利于大队行军，沿途要经过五条河、9道沟、12座桥，其中有一条淤泥河和一条旱河上没有桥。同志们，上！快快上！在这条线上，便于设伏的地点有16处，分别有宝石峪，那里大石头多，不仅利于隐藏，还可以利用大石头攻击敌人的卡车。清河桥，那里河水深，桥面窄，鬼子兵的火力根本展不开。还有江家村的古村口。 八旗路口，还给什么事？兵力告急，突破四人组。打！凌奋几路，连到袭击敌人。 注意隐蔽，如果人民强攻，你们就及时撤离。この短い山道に4時間もかかってしまった。 その上負傷者多数。開戦以来、皇軍がここまで狼狽したことはあったか？あんという事態だ。長官、八路が繰り返し邪魔をするのは、まず主力部隊が健常を攻める時間稼ぎのためです。奴らの隙にはさせん。1個中隊と残り
ここの八路は殲滅するんだ。でなければ俺の怒りはどうしても収まらん。はっ、わかりました。刘书记啊，这场仗要是没有你，怎么打都不痛快。瞧你说的，这关自己的事儿吧。团长，刘书记，哎，任主任、姚副团长和一参谋长分别送来消息，他们沿路阻击，灵活战斗，共毙伤鬼子兵近百人。好，太好了。团长，哎，以微小的代价给鬼子兵重创，这种战法厉害啊。哎，这战法一点都不复杂，无非是占尽天时地利。哎，要是没有这张这么详细的地图，我也不可能把伏兵啊布置得这么周详。这么详细啊，连地图上有几棵大树、几块大石头都标注得那么清楚。这个你得感谢刘书记，这伏兵的地点我都是依照这地图来选定的。刘书记啊，您对这条路太熟悉了，简直是蒙着眼睛都能摸着路啊。我呀在北平上学，离开家都十几年了，哪能画出这么好的图来呀、这图不是我画的，是我侄子刘正云画的。你侄子？对，这小子呀这十几年就在这一带呀放羊，所以对这一带的一草一木都如数家珍。报告，你参谋长传来消息，日军大部已奔赴县城，只留下一个中队重新杀了回来。一个中队，这不过一百多人呢、这小鬼子胆子够大的。给任政委、一参谋长、姚副团长同时下达命令，马上集结兵力，把这队嚣张狂妄的鬼子中队合围起来，迅速打掉。是。快点，跟上。兄弟，坚持住啊！坚持住，没事啊！啊啊！没事，快！怎么样？又伤了十几个。鬼子损失更大，我躺下一片了，活该，他们该死。咱可不一样，伤一个人都可惜。瞎嘟囔什么呢？他赶快抬人去，抬人去。郑云，快，快，坚持住啊，兄弟，走，坚持住啊，坚持住。
爷，这是啥部队啊？咋在那小鬼子这么拼命呢？哎，我听说防守石家庄的国民党部队有上万人，却被1000人不到的小鬼子追着打呀。我活了80多，见过的军队一波又一波，可从没见过敢跟鬼子这么死磕的。厉害厉害。回来了，做啥好吃的？萝卜丝炖粉条。好。你那当兵的事儿跟你娘说了？说了。那你娘说啥呀？我娘说呀，咱叔啊是扩军小组的头，咱家要不挑头当兵，那让乡亲们给看扁了。说的对呀。哎，小云呐，奶奶呀，还得跟你嘱咐嘱咐。啊。你这当兵啊，奶奶有好些话要跟你说呢。我得跟你说道说道那些个事儿啊。坐下。哎，光绪26年那会儿啊，我去天津走亲戚，正赶上那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，那洋枪一响啊，这义和团就跟隔麦子似的，冲上一茬儿倒下一茬儿啊。我那亲弟弟就在义和团，身子都给打飞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那个场景啊，还在我眼前晃悠。哎，那回啊，可让我见识这洋枪洋炮的厉害了。这枪子可不长眼呐，你得小心。再小心啊！奶，我知道。这义和团那么多人都死了，还得跟八国联军打。咱们中国人呐，这骨子里就有一股子不怕死的劲儿。这人活着，其实活的就是这股子劲儿。要没这劲儿了，这魂就丢了。即使活着，他也就是副臭皮囊了。俗话说呀，横的怕愣的。愣的怕不要命的，即使咱是顺民，鬼子也不一定放过咱们。索性咱豁出命了，跟他拼了，兴许还有条活路。嗯，这仗打下来啊，奶奶看到了中国人的血性。你跟着这样一支队伍去打鬼子，无论走多远，奶奶都高兴得很，放心得很。娘，哎，今天做什么好吃呀？萝卜炖粉条，还有马翅菜饼子。哟呵。怎么做这么多好吃的，还炖上粉条了啊？这小云不是要当兵吗？啊，刚报名，离参军还远着呢。哎呦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去坐去啊。好，好。哎，今天呀，我可碰见陆团长了。那个陆团长一个劲儿的夸你，说你观察仔细，是一个当侦察兵的好材料。真的？这我能骗你吗？那陆团长出了名的铁血团长，作战英勇，治军严厉。平常啊，这脸上连个笑模样都没有，他能夸你那真是难得。那这意思，我到先遣团当兵的事儿十拿九稳了呗。这120师有好几个团呢，能不能进先遣团，这我可真说不好。跟他说说去啊。我找都没意思啊，那陆团长那么喜欢你，你亲自找他，跟他好好说说。对，还有啊，见陆团长的时候啊，你可别戴这个帽子啊。我知道，我平常就过过瘾。什么？来我团当战士？不行。为什么不行啊？你这小子，这能力气魄都足够了，就是组织性纪律性太差。别乱扣帽子好不好？我怎么组织性纪律性差了？别急，我一样样告诉你。第一，你拉我上担架的时候，无论我怎么下命令，你也不听，最后我都把枪指到你后脑勺了，可是你啊，还是当没听见。坐下吧。你想想，如果我手下都是你这样的兵，我这团长该怎么当呢？
我那……啊，你接着说。第二，在渠沟里，我已经下达了冲锋的命令，可是被你这小子硬是给拽回来了，差点没给我摔个跟头。这也算罪名？当然。啊，接着说。我明确不让你参加柿子林之战，可你听了吗？你什么都没听进去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英雄团团长心眼就这么小，芝麻大点的小事儿你都记仇。我刘正云到哪儿当兵不是打鬼子呀？没必要非去你们先遣团当兵。有种，我就喜欢你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。不勉强，不伺候了。慢着，年轻人就是年轻啊。我不是说过喜欢你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吗？可你怎么就这么按捺不住呢？这么说这事儿还有的商量？如果你非要当战士呢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哇，颠三倒四的。侦察班的副班长你当不当？什么班长？你这年轻人啊，心浮气躁，就是不让我把话说完。副班长的位置我可是给你留着呢。在战斗中你拒绝执行我的武断决定，充分证明你是一个极其细心而且有主见有胆量的人，这些都是侦察兵必备的素质。团长，你没蒙我吧？我像是个蒙人的人吗？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有快速的反应，随机应变，不能拘束于任何人任何事物。袭击王母村医院和柿子林之战充分证明你小子够格。团长，这可是你说的啊。我跟老人已经通过气了，决定破格提升你为侦察班的副班长。侦察班那里还有几个老红军，你一入伍就是副班长，想让他们服你，你可要拿出点真本事出来。是。手往外，这才是标准的敬礼。明白了。团长。哎，敬礼。行，有样。团长，外面有个老爷子非要见你，死活都劝不住。好啊，让他来。你干嘛拦他？不是，他非要当兵，但是已经52了。这岁数当兵可真有点吃不消啊。但怎么也不能打击他参军的积极性啊。哎，你让他来吧。行。哎，老吴，你老家是王母村的吗？对啊。团长，你的记性可真好。正好有件事让你去办。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，王母村呢有个年轻村民，他出了事故，被鬼子的枪走火给打死了。你呢就去他家里带点抚恤金，就代表咱们团的一点心意。行。啊，让小刘带你去，他熟悉地形。哦。嗯，走吧。走。就这家，大娘。大娘，是我。大娘，我是大斌。您不认识我了？吴斌。大斌，村东头那个大斌。哎，是。你还活着？还活着呢。大娘，您看，我现在是八路军了。真神奇呀。爸爸，要是看见他大兵哥成了八路军，不知道该有多高兴呢。可大王没这个福呀。大娘，你别太伤心了。大娘，我们是代表八路军来给您送抚恤金的。啥？抚恤金？对。俺家大娃又不是八路军的人。大娘，大娃是在我们对日作战中无辜送命的，我们得管。
这些钱不多，您就拿着。我，您拿着。这么多钱，这回好了，能给大王买口棺木了。怪不得人们都说八路军是在老百姓的军队。大兵，等二娃三娃长大了，哎，都让他们去参加八路军。好。胡大娘，咱们几个穷，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，凑了几张牌坊，拿了几张白纸，你给大娃办个丧事的时候，可能会用得着。谢谢韦老师，谢谢乡亲们，都拿回去吧啊！这不，八路军给俺家大娃送来了抚恤金，办丧事足够了，拿回去。拿着吧。拿回去吧。都说八路军是仁义之士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老爷子，行军打仗可不是儿戏啊，您这岁数真的不大合适啊。年龄大点儿怎么了？那我问你个人。谁？徐德利，你不会不认识吧？哦，徐老，对吧？我认识。认识就好。那我再问你，徐老参加长征的时候多大了？这……我告诉你吧，57了。老爷子，没想到您做研究调查还做得挺仔细的。徐老57了都能参加长征，我才52，比徐老还小5岁呢，你怎么就不让我参军呢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您参军抗日的热情我特别敬佩，但是……但是什么？我知道你们是怕我给你们添麻烦，怕我成为你们的累赘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这个意思，咱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你不同意，我现在就去找你们的王旅长，我就拿徐老的这个事儿跟他说，让他给评评理。哎，别别，你放心，我从小习武，我这身子骨不次于年轻人。哎，在柿子岭你们跟鬼子干的那一仗我都看了，说句大话，你给我一把大刀，仨小鬼子别想靠近我的身，你信不信？你不信，走，出去，我给您比划两下，您瞧瞧。哎，我信，我信啊！您到县城里打听打听，看看大伙儿认不认识我邓光熙。认识，您是武林高手吗？武术那是第二位，悬壶济世才是我的老本行。洪州镇的光熙医院知道吗？那是我开的。光熙医院啊！哎呀，光熙医院是您开的？我有好多战士，在医院里面都被抢救过来了。还没来得及道谢，这是失敬失敬了。您不用客气，你们八路军打鬼子那是为了咱老百姓，我佩服。不过光靠卫生队那人手也不够啊，只要您点个头，我马上把医院全部捐献出来。不光我参军，我还要带着全体医护人员一起参军，把咱们团的卫生队充实起来，怎么样？太好了，真的太感谢您了。嘿，你慢走啊。好家伙，这两天的生意啊都赶上咱一年的了，尤其是这布和纸，甭管好坏贵贱，全部是一抢而光啊，那压箱底的陈货都卖出去了。这不是托八路军的福吗？八路军这仗打得漂亮，还把咱这平山人的参军热情打出来了。还别说，这八路军和这中央军还真就不一样。当然是不一样了，啊！中央军扔在河滩上那些武器，你又不是没看见。对对，那么好的家伙事儿，宁可是白白扔了一地，也不敢跟日本人干一仗。而八路军上前就和日本兵死拼，这两支部队可是天差地别呀。气为兵之神，勇乃兵之本。中央军跟八路军差的就是这口气。什么气？
勇气。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掌柜的，来半斤烧酒，二斤酱肉，再来两包好烟，要三炮台和老刀的啊。哎，赵老哥，今天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怎么啦？每次买东西，那恨不得一个钱掰两半花，怎么今儿阔气了？这不发点小财吗？这是我大儿子当兵的钱啊。你大儿子当兵了？是啊，大儿子参加了国军，这是政府给他赏钱。怪不得都说赵老头是偏心眼儿啊，大儿子去当兵，二儿子在家里还是心疼老疙瘩呀。胡说，我老二也当兵了，当的是八路啊。哥俩都当兵了？是啊。哎，你怎么不把哥俩都放一个部队里，这互相也有个帮衬呢？哎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，这鸡蛋能放到一个篮子里吗？打了怎么办？这就像赌博，我是既压大又压小，两头都不吃亏。将来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，谁做了江山，我都有个靠山。哟，老哥，你可真有见识。走了。这小算盘打的太精了。掌柜的，哎，掌柜的，掌柜的。孙嫂，请回吧。您买的东西没有了。有你这么做买卖的吗？我还没开口呢，你就让我回去。哎呦，您误会了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您风风火火的跑来是为了买布买纸的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做生意的没点儿这察言观色的眼力劲，怎么敢开门迎客？全卖完了？一早就卖空了，都是给参军的孩子做衣服、做鞋和写族谱的。啊，我紧赶慢赶的，还是晚了一步啊。孙嫂，您别急，布啊，我这是一寸都拿不出来了，不过还有点自用的纸，得，给您吧。哎呀，这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多少钱？分文不取。不行不行，这能应急已经很好了。这钱呀，说啥我都得给。孙嫂，这知道您买纸是给咱大侄子写族谱带身上的，多希望咱大侄子，哎，多希望咱平山的孩子们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呀。哎，这打仗啊，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，更何况是和凶残的日本人打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可这万一有什么不幸，部队上的人会把名字直接填在族谱上，就地下葬，也算是认祖归宗了。孩子们为了咱平山，为了咱国家，连命都豁出去了，我这送点纸算什么？要是收了您钱，我成什么了？这不是寒碜人吗？是。孙嫂，我们当家的说的可都是心里话，这钱你收着，给大侄子买点干粮，路上带着。啊。好。孙嫂，您看，我这还有点剪鞋样的纸，布没了，鞋做不成了，剪个鞋样，剪个鞋样，让孩子带在身上吧。无论走多远，不管是平安还是不幸，只要有鞋在，孩子或许还能找到回家的路。明白，死谁都怕，但我最怕的是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所以，我叫我儿子和他大伯一起参军。我家也是，我小子跟
跟他爹一起上战场，出门呢有个伴儿，以后啊即使战死沙场，爷俩也有个照应。这就叫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对，父子兵，子弟兵。我们这拜了祖宗，求了神仙了，这是我们家家谱，保家卫国，打小日本，给祖宗长脸的事儿，祖宗一定会保佑我们的。大伙儿，你们说对不对呀？对。对对对，我也要参军。我也要参军。你一个女孩子，女孩子怎么就不能参军了？你们共产党不是说男女要平等吗？一把